岁了，对不对？二三。二三啊？哦，二三要录诸葛会，那礼拜几要录三星报时？礼拜五。礼拜五啊。礼拜六、礼拜天、明日之星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然后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礼拜一我们呢在台南，然后呢也是呢受到花旗银行的邀请。今天礼拜四也是就是台女的空档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家多有福气啊，大家给他一些掌声。不过你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赚钱，这样好吗？啊？我努力。这样手会抽筋吗？不会，现在要努力跟大家学习，以后坐在这个位置上。不过真的，今天大家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，真的是。哇，这个都是这个我们这个花旗最最最最 VIP 的好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花旗有账户吗？有那有。是花旗的卡员。卡员啊，是在还卡债的。哎，不管了，我有现在最高额度已经有三万了。有存三万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要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。希望下一次老师你也坐在下面，好，那我来弹琴好了，谁弹琴啊？不过今天真的很谢谢孔锵老师，我觉得呢，我唱的歌呢，就是一定要他来做，然后他来做，你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演唱会一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没有合音哎，你知道演唱会，我的演唱会还有四个合音帮忙唱，今天我一个人顶五个人。希望我再来跟你们喜欢，谢谢谢谢。不过真的非常的开心，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。所以呢，其实今天呢，我接着下来要准备这个歌哦，谢谢瓜，大家给他们讲。